先我们需要用到磁铁，把它像这样放在沙滩里。现在我们还需要六个方位把它布满磁铁。打开我们准备好的特斯拉线圈，叫一台发电机，我们启动它。最后一步打开控制器，接下来我们开始飞翔。任何无法击垮我们的，只会令我们更加强大。不过一次小小失败，向死方生。